你们姚米啊，敢不敢玩个游戏啊？敢。输了有惩罚。嗯。你把这鸡蛋立起来，蛋壳还不许破损。这根本就立不起来嘛。淡定淡定，撒一把盐立上去就可以了。愿赌服输，把这火龙果籽挖出来放盘子里。姚米啊，你来。过吧过来吧。你要是能把这杯水倒过来，还不落一滴水，你就赢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哦。输了，算你厉害是吧？我是什么？妹，你听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把这些籽给我安回去。给我安回去。你看啊，春日的蝴蝶，你看它颤抖着飞跃。炸鸡！哎呦我的妈！炸鸡。春节前的你，在春节后的你，在好一点。你是怎么进院的？被人逼疯的。What？ 啊，为什么？那个人很厉害，他只用两种方法就可以逼疯你。哇，哪两种啊？第一种，说话只说一半。那第二种呢？别笑，说话呀，好一点。第二种是啥？第二种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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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一点，你就告诉我嘛，第二种是啥呀？林妹，你在干嘛？想给我哥打个电话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直没有接。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这样怎么打得通呢？你得按免提。哦，这样的还是没有声音呢。那可能是你信号不好，移动的卡就得移动着用。移动着。喂，小米姐，为什么我还是打不通？忘了告诉你，移动的在我这儿，你这个是联通的，咱们得连着打。